疾管署公布，国内类流感及门诊就诊人次缓慢上升中，而截至11月2号，整体疫苗使用率达78.6%以上，剩余量约129万剂。另外，目前学龄幼儿流感疫苗接种率约39.9%，还是较往年低，尤其未曾接种第一剂接种率只有17.4%。因此，防疫医师林永清再次呼吁家长应尽速带家中婴幼儿完成接种。根据我们统计，就是小朋友得到流感之后，这个最多的这个并发症哦，其实是中耳炎。那不过再来的话呢，就是并发肺炎的这个风险也是很高。那除此之外，我特别要注意的是说，跟大人不一样，那小朋友除了这个并发肺炎之外，他并发这个神经系统方面的并发症，例如像是脑膜炎，或者是说多发性神经炎，这边还是特别在加强的呼吁，就是小朋友的爸妈一定要特别注意，就是在这个还有公费流感疫苗可以打的时候呢，尽快带小朋友去接种。而统计至11月2号，因接种疫苗引发不良事件的通报数共238件，其中更传出一名70多岁女性接种疫苗后引发不良反应，甚至死亡的情形。庄仁祥也对此做出澄清。那这位民众是70几岁的女性，那她本身是有慢性的肾脏病，还有心血管疾病，那是有装这个心脏的支架啊。那另外有糖尿病跟高血压，他在19号施打啊，那在25号在家中睡梦中过世啊，那所以在这个部分，目前他的死亡诊断书是开心肺衰竭啊，所以我们也有咨询过两位专家的意见啊，那目前大致上是认为这个会睡梦中。或是初步来研判，可能是跟大致上都跟这他的这个心血管疾病比较相关的哦。庄仁祥表示，依照食药署全国药物不良反应中心最新发布的报告，综合国内目前疫苗不良事件，并未观察到需采取相关措施的安全疑虑，因此将不暂停施打疫苗。人事新闻人苏台北市采访报道。